朱丹玉五大家族和第五名。再有一次，叶家考啊，这里便是五大家族考。先生，就是这里吗？我叶家往后愿你萧炎先生，只要你能在此次考核中排到前三名，我的地方，萧炎先生，是。怎么，你答应便这么全力以赴？你是马首是瞻，先生啊，我萧炎。叶家到。家族的席位，丹家丹轩，上方便是丹曹白秋四大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他的炼丹天赋在整个丹家这次考核应该是由他出手。白家白鹰，好奇特的体质，原来是他。他们绝不会给我叶家任何翻身的。白家与叶家积怨已久，如今白家最出色的年轻一位叫秋姬，虽名声不响，而秋家派出的自己会曹家道。至于曹家，但同样不可小觑。为首的便是曹颖，不过曹家三大天才休了，就是那个小子为首。那如今能出手的便只是曹颖，该不屑出手。曹丹败于你，原是七品终极炼药师，破坏了我曹家和叶家的联姻，没想到他却……你水平不错，希望你不要厌。我听曹丹说过你，你便是那个萧炎。多谢忠哥，因为一些行为把自己给扯入泥潭中啊。有请五大家族代表进体员人已到齐，那考核便开始吧。叶家就靠你了，大哥，加油！萧炎，好。萧炎，我们的考核，谢谢大哥。若是测不给你测轮，说分为三项。而这第一项四阶以上便是及格，输入体内测验出灵魂值达到魂值，你们依次将灵魂力量魂值达到了九阶，至今便是曹颖。他当年而这些年考核的最高记录，我信了。前几人能表现如何，未有人突破，不知你们。
不需要陪伴。抱歉。我的，测试时虽不需要，不需要，这点经费还是有。你打破了曹营当年留下的记录，你的灵魂力量约在14阶左右。不，但老夫的感知来说，你是长老，你老人家不会判断错误吧？好厉害！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14阶，这怎么可能？灵魂感知吗？你是在质疑我勾结炼药师的萧炎？你看，到此结束。第一名，我宣布。灵魂强度测试。这次来了个不得了的家伙。叶家有救了。看来这考核灵魂操控。上。接下来的第二项。拜千金之物。你们谁用灵魂操控死猪，宛如成葬方是由魂罡制成的测魂珠。以此类推，这项技能项考核的优胜者。名次之力接下的测魂珠最多，便是此。接下来看你们能接他一次性接下了89颗。记录当年也是由曹营所创。多少了？这就不多了。白鹰43颗。41颗，曹秋就没了啊！萧炎，再不动手，56颗；韩云轩，66颗。应该够了吧？93颗，这么多，这些。有意思。啊！大人，大家好！承让。真承让。混蛋。好手段，真厉害。超严以93颗的成绩依旧保持。我宣布，第二项测试消。风头都让他给抢走了。最后一项测试，您创下的记录。第一，并打破了曹颖当年上一届冠军所属家族有一按照规矩灵魂力量的攻击性。盛长老，不换人，不知可否赐换人的资格？曹家想要终止，是手痒了，想找萧炎先生试。请放心，我不会胡来。是萧炎，愿意奉陪。既然曹颖小姐都这般说了。曹修大哥，风度不错呀。既然都没问题了，那么考核，让我来吧。便开始吧。这两种力量，好东西啊！再
枪声果然不紧。全力以赴，你赢了。萧炎，萧炎，而叶家成功的考核第一名是代表叶家的，我宣布此次五大奖。通过此次考核，恭喜。灵魂峭壁。